哇，这个浪呀，幸亏咱们上来了。哇，今天水特别深。哇，哎呀，刚开始行动，反正又看见了啊，这水有点深。嗯，嚯，神奇事情，海虹耶！给大家抠两个看看，没长大海虹。得了，咱抓咱的蜡烛，这头其实也是海虹。耶耶，差一点漏网之鱼，差一点点，是不是？呵，哎，咱们应该怎么弄啊？扒下来吧。哎呀，差点就摔了。这样好弄。哇，哇，啊！咱刚看哦，那不行，这水有点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咱们就从这儿走吧。这是哦，这是刚才抓那块，这不是了，这不是情况在这儿呢吗？哇，坐着坐着，有这块地形还是这造型。疯了，有点太疯狂了哈。来吧，这底下也是，我肯定刷的比钓的多。接，好吧，你先进桶，先进桶再说。呵，啊，不用走了，不用走了。那儿，看，到那儿啊，还有事儿，咱们先把这儿先搞定再说。我先在上面，这样算了，这样抓算了，不用下去了。边抓边钓，来吧。哇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一把摸下去全是螺啊，就这种感觉。你看那全掉石头缝里了。哇啊，不抓你了，这太累了，我往那头走看看。这儿呵，来吧，我就站上面抓吧。哇，这水里其实也是，为啥是最近这个？这海虹这么多呀？大家仔细看水里哦，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海虹。哇，也不知道为啥，等它长大了我过来再弄。关于这个问题呀，我也说不清楚呀。哎呀，一块比一块多，我每次都能抓上这种多。我感觉你给我10个桶，我今天都能给抓满了。
抓完明天又有了。啊，哎，对，我刚看屁股后面，嘿嘿，差点把你忘了。那时有零零散散的，重点我不抓零零散散的，我这专门找窝，往往在这种啊离水特别近的地方，这个东西看它又特别的多。哇，来吧，快快快，一会儿浪上来了。哇，刚说着呢。得，好，你赢了。哇，你主要你这个浪太凶猛了。你赢了，我走，好吧。哈哈，呼呼，啊，疯了，我崩溃了。哇呀，这浪太大了，遇见这情况谁能不崩溃啊？啊，哇，得了，我感觉捅一会儿就满了。你看看这，咱们在这个地形，但是只有这种稍微危险一点的地方它特别多，边抓边钓。我的天哪，呵，啊啊，我又看见，哈哈哈哈，行，这儿确实有点危险啊，这一个浪上来把我桶能给我打跑了，赶紧啊，快快快快，呀呀呀，算了，我把这块放弃了，不行了，抓一会儿连我也冲下去不好了。那头我看也是，什么叫最危险的地方啊？我去，最有情况，我跟你说，看这儿，但是这儿，哎呀，这块是个浪呀，我实在是拿它没有办法。不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，哎，给我站稳了！哎，赶紧跳，赶紧跳！没事，远点。我想跟各位商量一下啊，因为我发现了一块超级多的。这儿水感觉好像，哎，这可怎么弄？等一下退下去，我最起码得抓两把再说。我得抓两把再说。来吧，我不管了，看那些。抓紧，得，赶紧我。那么多，这浪太可恨了，不行，我还得，我操！我去，有点搞笑了，哎呀，进来吧，都进来。现在我看看桶能装下吗？哎，我进来只能拿一个桶，两只桶，我拿进来就拿不出去了。哎，这一桶太沉了，应该是能装下吧。我怎么感觉有点危险了？差也就差那么一点啊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出去
我们走一点吧，这一块深水地吗？走出去，咱们再挑这个大小吧。桶满了，桶满了。呵。每次都抓这么多，我都感觉明天应该抓的更多呀。走，准备往出撤。哇，今天浪太急了。